啊，是你熊，是你熊，想要看美女，想要想要，我过甲真好，我。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美国的翠翠灿。我一直都有一个目标，是很想要学台语的，但是不知道要怎么开始。而且像台语的教材就没有中文的那么多，可是过了几年之后，我发现好像最好的教材一直都在我面前，那就是台语歌。今天要来当我家教的是九莉。大家好，我是九莉真理，你的台语 bestie。我看到九莉的频道的时候，就是印象很深刻的是，你在教英文的时候，你还是会讲英文，会讲中文，但是会穿插很多台语，就是比一般人多很多。然后我发现，虽然我不用学英文，但是我就是看你频道学台语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是很开心的，对。哦，好可爱哦！在什么状况下用到什么样的词？哦，不要学，因为很烂。我陪朋友去唱 KTV 的时候，常听到他们在唱一些台语歌。Okay. 那我就是每一次都会吵下来，这首歌叫什么？所以我有很多我喜欢的歌。那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最推荐什么样的台语歌，或者最喜欢的。对，我想要就是做成一个播放清单，就是多听几首这样子。Okay. 那我现在可能是最喜欢的一首台语歌，就是人生的歌。爱像一首歌，人生的歌，人生的歌。You're so good 。我有把这首歌的那个歌词写下。超认真。天哪，他的字超美，你知道我以为是印出来的吗？这个歌词之前，我想要先学一下一个自我介绍，因为你每次拍片，我都会说：“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美国的翠翠灿。”如果你等全讲台语的话，那会蛮有趣的。Are you ready? Yeah. 哦，我台语没有很好，所以我纯粹分享。如果讲错了，大家欢迎指教，谢谢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。来自美国的璀璨，我是来自美国，美国诶，璀璨，我是一个 YouTuber， yeah， yeah， or you can say 有土博，哇，我今晚在学台语。然后胸会不会太长了？感觉你好辛苦啊！你好辛苦啊！最后两句，好不？最后两句 ，OK。想要看美女，想要哦，这真的有一点难。想要看美女，想要。那你好，嘴上不想看美女，我什么样的接受？想要看美女的话，到九莉的频道看是不是？你要帮你自己推是不是？你看，好 ，like 科，要哦，看，哦，就是看，科，我试一次，好，来练习之前的样子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美国的璀璨，我是一个 YouTuber。我住伫在台湾玩蓝尼亚，我今嘛咧学台语，安尼你才听有我讲啥，就别看，比如听我唔比好的歌声，就一定爱订阅、按赞，多谢大家的支持。I'm sorry, that was so good. 看这些歌词，有没有觉得发音特别难的地方？哦，我觉得这首歌，第一，它的那个声音很难唱，再来就是它很悲伤，真的是一首高难度的歌。爱像一首歌，爱像一首歌，歌，嘿，歌。
主要就是可能台语它比较特别的地方跟中文不一样的是，像是摩摩就是没有嘛，连他们很多那个 b 跟 m 的一个发音就是摩摩，瓜常常会用到嘛，就是你可以说、哦、我就爱唱歌哎。我就爱唱歌，我爱唱，我就是爱唱歌，我爱唱歌，我就爱你耶，我很爱你，所以这个很值得学起来。学起来的意思就是学起来。我台语不会嘛，但是去唱 KTV 的时候，我可以看它的字，然后有时候就是看中文的字，我就可以懂它的意思。那就是有几句，就是哦，爱唱一首歌，爱像一首歌，哦，都看得懂。嗯，然后轮到这句，熊熊才知道，熊熊才知道，熊熊是谁？然后为什么他只有他知道 ？It's like a 突然 ，suddenly，yeah，suddenly、oh, yeah. suddenly.。未煞，这边未煞。未煞的时阵，未煞就是 it's never ending， 就不会停。未煞，有时候可能会说，哦，这个故事 it's a long story， 讲未煞啦。讲未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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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未嘿，未煞。我讲的跟你讲的一样，差在哪里？对，我有。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嘿，台语有几个声调？声调，爱情，你现在有歌词算吗？对，我记得我们在学注音的时候，好像是没有在，是有吗？我们学注音的时候有学声调吗？我正在查。那他说台语是有八个声调，什么拼音的，可是好像在学的时候不会特别。对，不会特别去学声调。对，那因为我们就是特别去听它怎么发音，我们不会去特别记怎么上 L 一二三四。跟国文比较不一样。对，我就想，就是中文已经有五个声调了，对，台语有八个声调的话，就是还能有什么声调，你知道吗？我猜台语跟中文一样，就是有一声、二声、三声、四声，嘿。然后再来是，这还能有什么？我觉得听歌来学台语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因为我就很爱音乐啊，可以一直听，一直吸收进去。Right. 但是就不会听到声调。对，声调就，所以天之骄女真的很推荐。听过人声的歌都知道那个 MV 有多长哦。Oh. 对。点这首歌就知道啊，这六分钟就让就是看这个电影这样子。演戏大家都很熟悉他们会讲什么，他们里面有一个小喽啰，他们就会说胜利雄啦，啊，胜利雄，胜利雄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算你狠，胜利雄，好可爱，一点都不觉得别人雄。跟父母会讲到的就是哦，我过得很好，你不用担心。我过得真好啊，我过得真好，What's wrong with you? What are you saying? I really want to see your reaction. 我觉得这是几个我们常口语上会讲到有趣的。Oh, 对，这个好，这几句我要学起。对 ，OK 啦。因为我现在能用的，就是日常生活中能用的，都是脏话，脏话，三个字的，两个字的，三个字的，两个字。对，有那我今天我学到真的非常的多，我感觉到已经是极限了。哇，是因为那个跟我讲的这个很长的自我介绍，我会好好练。我们在酒里叉叉的什么别酒里叉叉。
车里车车的频道上还有一支影片，哎，也是跟台语有对台语相关的。对，哦，在我频道上，我真的是，你要什么就是个出勤蛋，健达出勤蛋，你要什么都给你这样子。Cam 的英文教学，就我自己也会创作音乐，然后正能量的一些分享，人生成长，然后都是这样子。搞笑的一些创作耶、yeah. 哦，我讲那句哦，你可以说那个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多谢大家的收看。我可以讲多谢大家的支持。Yeah. OK， 就一定爱订阅按赞，一定希望下次影片可以见到你，多谢大家的支持，拜拜。好，那可以养了。这个故事就是我爸寄给我，然后说希望可以跟台湾的朋友分享，拍一支影片给他看，然后就不知道要拍什么影片。Hi guys, thank you dad for sending these.